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话，先给它一个矩形。那矩形的话，这边的话是小于这个小老鼠95，高度55 ，Enter。好了，之后的话呢，那接下来的话，它要总共这边我们先把它怎么样分解掉，分解，好，把这个分解掉。 OK， 分解之后的话呢，要做一个什么呢？偏移，偏移多少？几等份呢？1、2、3、4，5等份，所以应该偏移11了哈，或者你可以啊，偏移55除以5 ，Enter。OK， 那这边的话呢，往这个方向偏移。好了之后的话呢，那这边要偏移多少？其实哈，总共是几等份呢？ 可是中间还有一条啊，总共是12条线，你们可以算一下啊，总共应该是1、2、3、4，这个要算哈。OK， 那总共会有12条线，12条哈。所以呢，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用就是用偏移的方式，然后呢就是95除以12 ，Enter， 这边12，那当然哈，比较突发练刚讲。 3、4、5、6、7、12，对不对？然后再那边慢慢剪，可是这样太浪费时间了，好、哦，你就两条线，然后呢修剪，修剪的话呢，只要从这边这个绕一个 S 型，好了之后的话呢，请你用什么呢？复制阵列，复制，然后选物。